你看这家伙已经进化到借钩取暖了。哈哈，他还生气了，又烤屁股呢。您自己真好。Oreo， 你看，是板板，板板，板板，哇！
主带猫咪加州，有只可爱的米克斯猫妞妞，平时超怕冷的她受不了连日低温，直接成为电暖扇最忠诚的信徒，在暖扇面前鞠躬，认真地把脑袋也烤一烤，逗趣模样让网友笑喷，直呼想烫头发吧。妈妈也笑说，妞妞是只亲人爱撒娇的虎斑米克斯，但实在太怕冷了，只要寒流一来就会跑到暖扇前不动，不过自己也是第一次发现它连头都要烤，觉得超可爱，忍不住笑说在烤它的猪头。我想盖被子，我好冷，我想盖被子叫我。我想盖被子，我好冷，我想盖被子叫我，拜托，我要盖被子，我真的太冷了。让我盖被子，求你，我要盖被子，起来，我要盖被子，我太冷了。小三在这边，小三抢我老公，你看这个女的抢我老公哈。